有宠物的时候，我是很喜欢它们，因为它们毛茸茸的，我觉得它们很可爱。如果画作的感觉，我会把自己投射在猫上面。发豆可能是先生，然后兔子就是女儿。发豆现在比较少，因为现在比较接触最多的就是女儿嘛，她就是很天真，然后很可爱。但是这个也有啦，这个是他们共乘一条船，两个人都要很努力的意思，不然会翻船。他们是用脚在撑着这个船的，很棒的巧思哎。对，我蛮喜欢这个作品的。大学的时候就有插画课，就是那时候学的蛮多的，以前比较常画在小本子，就是做一些草图什么之类的，有接一些小案子，就是突然有人说画得很可爱，然后有人说我很会配色，好像就突然变得有一点自信，觉得我好像很会画画，好像我会画画，我可以画画。后来在上班的时候就是没有太喜欢，所以就是更努力做就是画画这件事。对，这幅画就是一只兔子，它拿着一个花，就是很简单一朵小花，但是可以让它就是笑得非常开心，就是一个很纯真、很纯粹的笑容。我女儿笑起来也是会眼睛眯眯，然后弯弯的这样子。这一次添加新的元素，就是包含一些温暖的气息。这次它的主视觉以花为主，就像春天一样，心暖花开的模样。所以 Emma 这次创作全集兔子，那是我最喜欢的作品。因为其实从在两年前的疫情到现在，对品牌来说，它是一个全新的、不一样的面貌。那我们认为，其实它是一个 fighting 的感觉。之前就有画一些不倒翁，然后想要做，其实本来是画下面有一颗球的，但我觉得只有一颗头也很可爱，因为就是长得比较不一样。我想讲一个废话，可以吗？不是真实。以前我阿妈家电视上面有放两个不倒翁，有一次我在那边清洁的时候，然后不倒翁就差点掉下来，然后我阿妈就很生气说它会掉下，我就说就算不倒翁掉下来它也不会倒啊，好不好笑？反正我以前就是想要做不倒翁，后来就做了这个头。但是就在做的时候，就是它其实是有难度的，因为必须要让它平衡，然后真的不会倒，所以在那个捏土的时候就已经试很多次了。后来我们在里面就是有加件金属，就是让它的稳定度更好一点。对，然后很可爱，它们就是可以有一些互动，然后可以转圈啊这样子。你有发现哎、欸啊？你喜欢吗？喜欢。我也觉得它很可爱。可爱。它是海豹。而且它拿一朵橘色的小花，超可爱。对，它是害羞的那个海豹。很差的这、那个。对。小可爱的这种。没有，我看有没有人会发现它。发现了。对，谢谢你。基隆，我是小青，然后我特别来这边来看那个就是林育景画家的展览，因为很喜欢他这样子。我本身有养兔子，因为兔子不是永远都那么乖的，他有时候会翻白眼，有时候会跟你踢脚之类的，所以就是有看到那个中间互动相处的那个感觉。最近都有一些新的画作，都会再看一下，每一次有什么不一定的新作品，或是有一些像这个有新的胸章，我来看一下。我喜欢这个是因为它有一种跟小朋友相处的感觉，就是我好喜欢这小朋友，可是他被我抱着，有一种很无奈的感觉。今天第一次就要画他本人，对，今天的收获是觉得好多新东西哦。但这一次有种春暖花开的感觉，就是比较不一样，都充满了微笑那种感觉。我很开心做这件事，大家看人很开心，我也会觉得很开心。每个展览如果遇到这么喜欢这些作品的客人，其实就是算一种充电，会更努力。拜拜，有空可以再来，我们到5月1号。OK， 再见，拜拜。